一切都非常正常，利润要比我们原想的大得多。咱们的份额比例不能再扩大了，要给别人留后路，这样才能互惠互利，知道吗？而且，你也知道宁波是什么样的人，把他逼得太紧了，咱们不会有好结果的。哎，我让你打听老五这个人，我查了，没这么个人，你放心吧。这次都是外边请的。记住，我们这次打的是持久战，一定要稳扎稳打，不能再出乱子了。好的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叔，我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。哎，好吧，那边。谢谢啊。我求求你们了啊！我现在是最怕见着你们工商局的人。韩厂长，您冷静点，干工商的就是为你们企业保驾护航嘛。其实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苦衷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你们也把你们的难处说一说嘛。我现在没法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哎。我觉得我现在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儿，一个挨了打的孩子，我没法说呀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保护我们呀。局长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认为现在根本没有公平而言。你知道我们都想过什么办法吗？我现在都想仿冒我自己的产品，这样成本低呀。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，难道我们没有良心吗？难道我们不害怕吗？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沉默对消费者是多大的损害吗？可是我们没有办法，你们工商局一查，媒体一曝光，退货的就会铺天盖地。不是我吓唬你们，
这个厂子不到一个月就得倒闭。我到时候怎么还贷款啊？怎么给工人发工资啊？我怎么向工人交代？我一想到这些，我真的想哭，我想跑，我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我躲起来。可是不行啊，我不能那样做，我得强颜欢笑，因为工人还看着我这张脸呢。局长，我求求你，你们就把我们当作是个屁，放了算了。韩厂长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还是同意宁伯的意见，沉默和忍让那就是纵容，我们绝不纵容，坚决要反击。市领导他已经有了态度了，对这样的一些造假者严惩不贷，在经济上就是要罚得他倾家荡产。好吧，局长，我们作为受害的厂家，我们请求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。哦，来了啊！端午节看你妈来了，看，来拿着粽子回去吃去。哟，多不好意思！哎，多少钱？进了一间房子要什么钱呢？拿着拿着。行，那谢谢了啊！别客气，一会儿篮子给你送回来。好了好了，哎，干妈，哎，给，我都吃烦了。您不爱吃啊，我爱吃，您爱吃的在这儿呢。你来了就好了。宁波和菲菲说回家过节呢。他们还没回来呢。给他们打电话。一忙起来，就没头没尾的。这俩孩子，一个赛一个。没人接啊。这样，我去接他们得了。哎，等等。啊。你把这粽子拿上。他们要不回来呀、让他们自己过节得了。好嘞。那我先去了啊。哎。哎。你跟菲菲说了？说了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怎么样，他受得了吗？比想象的要坚强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假营养素的事儿，你不要跟任何人说。这回的情况跟其他不同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拉锯战。你说还会是那个人吗？肯定是他。我现在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我心里有数。是不是觉得压力挺大的呀？没有，挺刺激的。那小子到现在都没有退的意思。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，我挺敬佩他的。好啊，能够得到你的敬佩，他也应该知足了。真的，你看，咱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我还没看见你佩服过谁呢。哎，上车吧。不行啊，厂子里实在太忙了，一分钟都离开不了。哎，我就不回家吃饭了，你跟妈说一声。别搞得那么紧张嘛，放心好了，天塌下来有我接着呢。我现在想不了这么多了，哎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对了，等一下。这是妈让我给你带来的粽子，拿回去给他们尝尝。哎，那好，那我走了啊。有事打电话啊。哦，知道了。走吧。人家都是大哥让着小弟，
怎么回事？想不明白。妈，哟，干嘛？干嘛？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也来了。我有多长时间没看见你了？我听宁波说了，你们兄弟俩怎么了？他们俩一块欺负我呀。妈，你买了这么多酒干嘛？干嘛？你赶紧坐着歇会儿吧。这是你们包的饺子，这也叫饺子？啊。哎呦。喂，谁啊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说话，你谁啊你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你过来啊，快点，快点啊，快点，等你。哎。看，你还是先别着急，说不定他有可能和谁出去玩去了呢。他没跟你请假，上午给我打个招呼，然后匆匆忙忙就走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没说。哎，找着了吗？那你他妈打电话干嘛呢？你就不会满城的找，酒楼夜总会一家家找啊，找。
行了，你就别送了。我电话你不有吗？啊，有事你赶紧通知我。行，不好意思啊。哎。老板怎么样？没事，走吧。没多少，昨天晚上没睡好觉，太累了。哎，那事儿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？哎，不知道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怎么样？到什么程度了？还能到什么程度？你今天约我出来玩，就是为了催进度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啊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算了个嘛呀？我挺愿意的，大小人家是个市长呢。有你的哈。这就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你怕什么呀？好啊，要想套，快点套，知道吗？哎，陈总，我们找到那辆车了，他的人好像也在。我这里是建国西路红帆酒吧门口。小姐，小姐，醒醒呀，小姐，小姐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别碰到了。太挤了，我们没办法接受。我怀疑你是不是新来的吧？是啊。厂长，厂长，来给我们评评理。厂长，正好你来了，你看他硬要让我们低于厂价40%的价格批给他营养素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厂长，我来不是跟你无理取闹，的确有人按照这个价位拿走咱们的营养素，我是你们的老客户，你得一视同仁呐。是从我们厂直接进的货吗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有人这样拿到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这样下去，营养素没办法销了，那我损失太大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了解一下。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的话，你的损失由我来补。四姨。我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行吗？子怡，我求你了，把门开开行吗？开门！你跟我说句话也行啊，说说话，来跟老公说说话。是不是有谁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是谁就行了。你们干什么的？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赶紧走，走，走啊！那没办法，我不能陪着买卖做生意，宁可不做。你的意思呢？那等于我们主动放弃市场，把那批批发商送给对手。我的意思啊，是接着干，把所有的生产线都给我开起来，这样可以降低成本，降低零售价。那你想过后果没有啊？我们生产的是食品，不是柜子，大量的库存积压，过了使用期怎么办？这事现在包不住了，最起码得要让中层领导都知道。好吧，马上通知他们开会。
喂，谁啊？喂，说话。谁呀？那么讨厌。哎，是我。啊，老头啊！哎呀，怎么是你啊？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这几天还在那儿做吗？在啊。想来玩啊？想来玩就来呗。那你这几天别过去了。为什么？这是对你好。司仪，你干什么呀？别碰我，我想出去住一段时间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出去住一段时间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你别碰我！17号下午2点，我走访了河西区房屋中介公司，查阅了大概80个人的名单。18号早上9点，走访了花园小区，在居委会的配合下，对全区进行了住户调查。一直到昨天晚上11点多，今天早上又在派出所的配合下，走访了。我是不是太啰嗦了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还没有查到蒋来顺家属的线索。但是我已经通过关系找到他老婆的照片了。嗯，这倒是个突破口。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听这个。谁说的？我看出来的，你现在满脑子都是他。是懂什么呀？他也够惨的，换成我，我早疯了。不过我一辈子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儿，因为我很简单。你倒活得挺愉快啊。是啊，女人嘛，干嘛那么累？女人最重要的是嫁一个好老公，老公天天宠着她，开心最重要。哎，你要遇到这种事儿你怎么办？我就哭，我就使劲的哭，要让所有的人都看了我伤心，然后他们就会同情我，把我放了，我就不用受那份罪啦。哎呀，这事情啊，要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。哎，其实想清楚了就是这么简单，干嘛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？女人嘛。哼，说的挺好。你呀，你也别老把这张脸拉着，感觉像欠了你钱一样。我要是你女朋友，我看着你就饱了，学着笑笑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啊？8:45。我这表又出问题了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你这人真没劲儿。阿姨，我知道。那我就走了。您慢走，阿姨。哎，再见。哎。怎么样吧？司仪怎么说的？他什么也没说。江，妈问你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司仪的事儿？我没有啊，妈，真的。不可能，这孩子的脾气我知道。你要没有伤他，他怎么会这样做呢？走，咱们回家再说。你别，妈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也好，一会儿你见了他。好好的跟他说说，啊！怎么样？
贾兰叔的老婆带着孩子就在旁边这个小区住。太好了。哎呦，你轻点，疼死我了。没有惊动他们吧？我就那么傻。行，我请你吃冰激凌。那不行。那还要怎么着？你得给我买双鞋。真的，你看嘛，为这事儿我鞋都跑烂了。那也行。哎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你跟何文什么都不要干，24小时盯着他。啊？24个小时？小丫头，这也是工作呀。谁打来的呀？不知道，一个女孩来的，说您亲戚。亲戚？喂，谁呀？是我。你谁呀？我呀，我是老母猪。什么？哦哦，哈哈哈哈，是你呀。我现在在你楼下呢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郭副市长。哎，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副市长啊？你可以拿市政府的电话给我打，就不许我查呀。你这个丫头挺机灵的。我想谢谢你给我提的醒，所以我要请你吃饭。吃饭，行。我正在上课，有事待会再说吧。环境不错。你经常到这儿吃？是啊，不过每次都是别人请我啊。这么说我就很荣幸了。是我很荣幸跟您吃饭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你工作啊。嗨，接着干呗。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你为什么非要干这种工作？这工作不好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一定是认为做三陪的都是做那种事情的吧？不。完全是不是，就是，我从你眼睛里就看出来了。我是觉得哈，你呢是一个好孩子，你干这种工作你不合适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又轻松又好玩，我挣的钱特别多，多好。别老光顾着说话了，吃吧。啊，哎，叫老头挺好啊，就这么叫吧。啊，我爱听。你要说什么？我是想问你是哪里人啊？我呀，陕西人。西安的啊？真的？真的？咱是想的。也是啊。你说绝不绝？绝。早知道我干嘛请你吃西餐呀、那你要请我吃什么？直接上我家、我给你做羊肉泡呀。好，不过没事，还有机会。下次吧。行，来，笑想的，闹想的。
你快开门让我进去啊，让别人笑话我，你快点开门。来，我有钥匙。司仪，这就是你就不对了。杨元飞工厂里一大堆事情扔下不管，在这等了你一个下午，你怎么不理人家啊？我来跟他说。他什么也不说，就是哭。这两天你们俩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挺好的。我前天还带他一块吃饭呢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先回去吧。我估计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你也好好想想啊。不是，嫂子。哎。杜亮最近怎么样？这孩子啊，自他爸走后，好像换了个人，懂事了，也知道疼人了。吃吧。你还洗什么苹果啊？我又不是外人。吃吧吃吧。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我最近啊翻老杜的东西，发现了一个纸条，你看。这号码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有用吗？啊，你把它留给我吧。妈，叔叔好。杜亮回来了。哎，哎，你这要干嘛去？今天有球赛，咱们俩一块看。那你赶快看吧。嫂子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赶快看，赶快看啊！咱们一块看呀。少喝点。五哥，啊，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？你说。我他妈不敢想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，不会。我想也是。这事儿如果真是成江的话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不是他一个人能扛得下来的。你也别宽我心，我不是个傻瓜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没敢往那儿想。程江是个混蛋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你过心了。程浩、程江，人家有超市、酒楼、地产。程江跟老杜认识，这很正常啊。再者说了，程浩现在做这么大，他犯不着走这条道啊。以前他没发的时候，他沾过这种事儿，这你知道啊。我看不大可能。这事儿，咱们哪说哪了吧？连我都不信了？不是不信，五哥。你知道我当时看到那条子是什么感觉吗？我头发都快立起来了。可能是这世道真的变了。嗨，还不都是让钱给闹的？你回去吧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你看你说什么呢？谁说你有事儿了？
我在这儿多陪陪你。你这儿挺不错的。嗨，其实有什么事儿没有，就是心里不痛快，神经病。我过两天就回去了，您别为我担心，我没事儿，真的。您不理我就好了，你们越关心我啊，我就越来劲。那你干嘛不痛快啊？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这个人经常有很多地方不对劲，你们不知道。真的？我是个孤儿吗？这两天也没见菲菲，他们厂怎么样了？不太好。哎，最近程家忙什么呢？程家，他的事我从来不管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随便问问。接好了吗？你可真够笨的，把线全给接反了。你他妈才笨呢！你说什么呢你？我白给你忙活一天了。没事儿，心烦，对不起。哎，韩站长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现在办公室乱哄哄的，说话不方便。坐。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还能再出什么事儿？我都给折腾怕了。你笑什么？你今天搞得这么神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唉，现在看起来，不管我们怎么努力，工厂的倒闭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我想趁现在还有一口气，找人把它买了。我写了一个报告。我们真的就这么放弃了？我也不想放弃，可是没有办法。重新组合，也许会有更能干的人，资金会更雄厚。我现在想说的意思，是你还年轻，早点做思想准备，别再耗下去了，啊！我也不想干了。你不干谁干啊？到那天，谁说了也不算。董事会说了算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得到，对不起你。
我们现在不就是缺钱吗？我可以再给市长去擦车。我认识市委秘书长，他是陈浩的爸爸。我去找财政局长，我们再上一个新项目。你说话呀，韩厂长。我没脸再伸手向国家要钱了。我没脸了。还是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吧。听我的话没错，别再硬耗下去了。就会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，我们一样惊慌。长长的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幸福与理想。怎么样？有了什么样的风光，就会受什么样的伤？算了吧，兄弟，失去他又能怎么样？只不过多了一份感伤，少了一份年轻时的模样。服了吧，欲望是坚强背后的一束光。算了吧，漆黑的夜。我们一样惊慌，总是爱了又恨，对了又错，慌慌张张的生活着，奔波与匆忙，总是分了又聚，来了又去，辛辛苦苦地寻找着你，总是爱了。Yeah.